两者相加形成了亚洲超星团的第一次排名。给你们个建议，包括之后的排名发布的时候，大家尽量这个时候尽量还是严肃对待，因为其实很多帮你们就是助力，其实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和辛苦。如果你们在台上嘻嘻哈这些片段，无论是说被身边的人不小心发出去了，或者说之后剪别人的时候不小心带到你后面，可能对于你们自己个人来说，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太好的影响，因为有可能你们会在被发言的人的粉丝去攻击，也有可能会让你们自己的粉丝觉得心寒，所以大家还是最好严肃认真对待这个环节。对。